哎，你看过今年的柯南剧场版吗？有啊，我觉得这次电影真的是比往年的都好看很多，就节奏也很紧凑，但是推理就还是那个样子。可是他推北海道函馆的观光真的推得蛮用力的。那你会想要实地去看这些景点吗？会啊，那就走吧。啊？赶快，再不走就来不及喽。好，谢谢。